大家好，我今天要做的是非牛顿流体。今天我们要来做的是非牛顿流体。白粉或玉米粉溶液和一般水溶液的差别是，太白粉溶液是一种非牛顿流体，而一般水溶液是牛顿流体，因此当用力打非牛顿流体时，接触面因为压力大而粘度增加，拳头就无法进入流体内部，也就不会沾上粉了。